也是小游戏 camp， 我来看啊。请先送恐吓大游戏的战友，带从真实的奇谈，结果被拒绝无。保证你下游出去咯。很恐怖，我快吓死。真的准备要冲的人，就发现旁边的人都光走光了。能走吗？能走吗？可以掩护吗 ？Hello， 有人吗？团战游戏可以增加你与朋友的友情，你同意吗？交换彼此资讯，然后聊天的空间，它是一个交友的媒介的那种感觉。你不用像在现实里面顾这顾那，唯唯诺诺，整个负面情绪然后发挥在游戏上面，所以我整个就像不同人一样。我没有被你骂过哎。哦，因为我不敢骂你啊，你是我最尊敬的人。